云海，星空不言不语，光影，森林，湖面，安安静静，内心的千言万语，在路上，化作美好的沉淀。这里的风景有气味，有声音，有肌肤的感触。观山悟道，临水修心。这一片山水，温暖旅人的心灵。放空思绪，且听风吟。这一片绿，装饰着旅人的梦。北纬25度，我们一起从郴州出发。有人说，大海离这里很近，近到只有1小时的车程。其实，这里与全世界都不远。在南北交通大十字架上的郴州，地处世界公认的黄金气候生态带，是人们休闲、度假、康养的生命带，是名副其实的林中之城、休闲之都，也是最受粤港澳大湾区青睐的休闲花园。森林覆盖率达67%，是世界公认的天然氧吧。贵都更因世界负氧离子最高线享誉盛名。从上往下俯瞰这片奇妙的土地，谜一样的色彩，梦一样的境界。从城市到自然，从迷失到发现，一个人沉浸在温润的泉水中，生命中的一切疲倦与矛盾都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。北纬25度，从郴州出发，一起感受这座被山水拥抱的生态绿城。古称楚越之孔道，今为湖南南大门。郴州被称为天下第18府地，郴字独属郴州。神农治垒，天降嘉禾，祖先济世，举景全乡，异地治灵，昌黎经此，秦少游携诗远眺，周敦颐开辟理学，徐霞客遍访郴州，郴江杏子绕郴山，为谁留下潇湘曲。北纬25度，从郴州出发，一起发现这座被名家记忆的人文古城。下珠江，北上长江，这里是两大河域的重要发源地，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在这里交融。从农耕文明到现代文明，一腔一调浸透着厚重的历史深情。
从崇尚粗犷到追求细腻，一点一滴沉淀着生动的民间智慧。从汲取自然到锤炼味道，一汤一菜炖熬着淳朴的乡愁记忆。是时空交错的变迁，也是悲欢离合的情愫。北纬25度，从郴州出发，一起品味这一座被乡愁萦绕的时光漫城。最早的工农运动领袖就诞生在这里，湘南起义一声枪响，划破革命长空。没有湘南起义，就没有井冈山的崭新时代。第一军规凝聚力量，半条被子温暖中国。先辈们的光辉照亮着一个时代的天空，谱写出一曲永恒的湘南红。北纬25度，从郴州出发，一起铭记这座被红色洗涤的革命名城。郴州是世界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，是中国著名的银都和矿经之都，是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永久举办地。郴州是生态绿城，是人文古城，是时光漫城，是革命名城，也是中国30座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。25度，让我们一起从郴州出发。自己。